据日本媒体报道，6月28号是女星藤原纪香的42岁生日。她在前一晚更新 Facebook 向粉丝报告说，不知不觉间就步入 Age42了。回顾了41岁一年发生的很多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并且公开了她的素颜入狱写真。博客更新后，粉丝们纷纷留言称赞，有网友说素颜太漂亮了，还有网友说根本看不出来42岁，还有不少网友称虽然是同性但也会被他吸引，还有人敬佩他什么都敢于挑战，希望能成为他这样的人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